电影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在香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首映礼，有刚刚获得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洪金宝。终身成就奖，我希望《九龙城寨》可以成功将我们的电影动作电影带回去，我们就有多些机会培养新的一代的动作演员。守护城寨的龙卷风古天乐，第一次入去九龙城寨，听闻你见到是惊喜到哗哗声。是啊，真的好贵啊，即系晒好多钱搭啦，即系置身其中，见到城寨里面的生活是点啦，你要点样不见天日啦，嗰啲电线啊，嗰啲喉管啊，错综复杂，乱晒大龙。狄秋、任贤齐，原本我以为我做大佬唔使打嘅喎，估唔到一場戲打到兩個星期，但是最慘的是最辛苦的是阿峰啊！我哋我同德斌幾個輪住打，幾個嚟住，係啊，打到一星期都未打完。就連郭富城都驚喜登場，呢個角色原本是一個驚喜。郭富城先生咧，今次就係特邀演出。首先 ，Hello 大家好嗎？在电影里面，我的名字叫做陈尖，有个绰号的叫杀人王，咁咧同阿龙卷风咧系老友嚟嘅，咁啊饰演咧就系陈乐君的老豆阿爸，喂乖仔，是靓仔的信一刘俊谦，即系其实所有嘢我都系唔识噶，系个电单车都系，电单车我都系唔识噶，咁都系拍之前学咗几堂咁样。嘴爆十二笑胡子彤，佢而家要拍 ending 嗰场系受伤，系缝咗十四针，俾啲掌声佢啊嘛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，你有个名嘅，喺花名唔区话噶，系咪真噶？话你叫爆嘴哥喎？唔系嘴爆哥，嘴爆哥，我唔敢讲嘴爆两个字，感觉佢震啊我！呢个名系我哋做访问嘅时候，我哋几兄弟佢哋帮我改嘅。係啊，咁但係係啦，好多謝你。見到我哋平日拍攝嘅時候，個感情就係咁樣建立翻嚟嘅。新科金像獎最佳導演鄭寶瑞去還原個城寨，片名就叫《九龍城寨》，你冇得避㗎係咪？跟住你就要有我哋希望能夠真正還原到除咗個城寨，就係八十年代嗰種味。古天乐、洪金宝、林峰、刘俊谦、任贤齐、胡子彤、张文杰、伍允龙、黄德斌、廖子瑜、蔡思云主演，郭富城特邀演出。电影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香港5月1日上映，马来西亚暂定5月中上映。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好似我哋纸飞机一样，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，飞入空城，电影大卖。